开箱，我们看看爱的记忆箱。还有一首我为他写的诗，念念吧。相爱成诗，五年光阴虽已逝，回眸已成诗。匆匆那年里有诀别，亦有感泣。晨阳映照西湖，弯月普照故里，彼此不在，我是我，你是你。八百字书信，何以挥笔？一提及，思绪落满地。天梯脚下吻过你，曾记否？斜阳掠过这对情侣，有欢声，有笑语，未曾有过真分离。有泪水，有讶异，一切只待成追忆。哎。我感慨一句啊，我觉得他好像这首诗从来就没看过，今天是第一回，事实你自己判断。来，你那放的是什么呀？我们两个的照片，然后合成了一个未来的小孩，一个男孩，一个女孩。来，我看看你们的孩子啊。哎，好多话呢，我们就点到为止吧，请回吧，谢谢。来，请关门。我们是不是爱一个人爱得过分用力？我们是不是对别人给予我们的爱有的时候会漠视？我们是不是在意了身边人的感受？